资讯长雷三，然后我们的公关长云芳，然后我们的文书长雨琦，然后我们的财务长，对财务长，我们的财务长钱的玉谦，然后我们摄政长依婷，然后我是活动长文云，然后他是我们的器材长嘉怡，然后他是我们的管账的财务玉品，然后他是我们的活动亮家，然后他是我们的美宣长玉芳，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副社永祥，然后接下来就我们十二个人加上，等一下还会有神秘小精灵的出现，对，那对对对。好吗？好吗？
可以拍